好，而且我那天看这影片的数集大概有六千，已经到六千，然后到发烧酒还不错。对对对对，好嘞，我稍微快速分享一下，是就是就从这个疫情发生以后，其实电影赛就缠着在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，然后就一起做了很多事情。我稍微快速回馈一下，从去年的阿杂社会的事就 called SDGs， 然后那时候的起心动念当然也是政委一直在提台湾 can help， 对，然后电影赛也提出一个好好过，就是对自己好，对社会环境也好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傻傻就这样做，然后去年就来了三万多了。的一个展览，傻傻做，对，好过傻傻做，然后当然就有一个最狂 SDG 的活动装置，那时候大家可以看最喜欢哪一个，然后还有就是最平等的王美强，对，这个作品后来也被搬到澎湖展览 ，OK， 对，很棒，然后还有模拟深海，那个上面有海漂物，这个光宝科技，然后还有家乐福在讲龙树，龙氏鸡蛋的互动宝的这个议题。那还有这个跟唱一下一起做简阿扎的论坛嘛，哈，到底大家阿扎什么？那我们的解法是什么？还有把社会创新大家的东西一起放在上面。的确，去年大家汇集了很多资源，政府也支持，然后做出这样印象非常深刻。对对对，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，然后做出一点突破。对，然后就点点上，因为这样子好像就撞了一点点胆，然后就在疫情来的时候又再次透过创意的方式，然后就也感谢政委就一起支持，然后就拍出了这些家乐福等身大力牌。对对对。在台东很有名，被原先人拿出来直接用，这一定是为什么台东对社会创新认知度超过百分之二十。因为有你那个有立牌在，对对。然后的确又创造这个又创造四十万人在线上的这种那个大家的触及，又推广出去了。然后我们后来又紧接着又做了环岛，我就觉得就是点点上可能疫情来没有业绩就不甘寂寞，然后就去环岛，然后环岛了十二天，然后跑了一千多公里，二十几家。你们说是完整的，对，真的是完整的。听说大家，现在有点白回来了，对。然后发现，其实大家真的凝聚了蛮多的力量，对，而且真的很认真的在做，对。那当然有，你看就有影片啊、贴文啊什么等等，当然也有找政委也一起拍了一个出发前的这个影片。然后这个当然效益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当然只有出席二十几万。我想是因为中秋节前夕，大家就一直在投广告这样子，但是目前已经触及到二十几万。那对店家有帮助吗？对店家的话，我觉得他们的像他们的那个网数位的人流数有提升，有提升。OK， 因为我记得你最早跟我提这个时候，他的目的是要类似联合促销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的确也做了一个平台嘛，的确这个平台的触及也变高。OK， 对。那我觉得以整体数位行销来讲，你说没有到破百的触及，这个转换成线下的直接采购，那个还是有限。对，虽然四十二十已经比他们大家自己做已经哇，就觉得哇，怎么触及那么高了？但是真的要转销售，还是会再我听说那个格外农品这一次就阿迪那个2.5小时就卖完了，就卖完了。对 对, 對，我们因为也找到，对对对，那后来，所以就是大家串联起来，我们就大概又在思考了几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展览系统。是。那什么叫展览系统呢？就是我们就想说，想要这次办一个就吼哇起来，就是社企自己要站起来。那站起来的时候来办一个这样子的展览，那这次的展览叫 Reconnect。对，然后想要结合的是，就是一样在推好好过的方式，然后享受属于自己的好好过跟世界的连结是什么？那也才会符合台湾 Can Help。那主题就是好吃好玩好买。对，好吃好玩好买，因为社企有很多好吃好玩的这样子的议题。那我们就这次想要跟 PAH 合作，就是亚洲首创展啊，我知道。对，然后他去年的人流就有6万2000多人。那我在想，如果今年疫情，要么就是爆炸更多人，那要么就是可能三对半或2/3的话，也有2万人。他们是已经确定要在哪里？确定要在松叶、哦、已经确定，确定要在松叶、然后这次呢，这个展览我就想说，我想要变成一个系统。什么叫系统呢？就是像设计圈有一个叫 Fresh Taiwan， 那是政府有支持，然后大家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走国际的展览。那以设计圈好像大家还是比较集合式的展区，但是没有用主题式的陈列。那这次的系统我在想，因为今年或明年大家可能还是属于在台湾跑居多，是啊。那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展把它变成一个 model， 变成 model 之后，我想要带着大家去跟就是大型的展商公司，比如说有宠物专门在宠物展啊、科技展啊、
然后或者是什么李正平展、烘焙展、那是不是每一个展区里面都有一个台湾 Can Help 的展区、那这样子是不是在设计圈有好吃好玩好玩、我在展区有加分动作，我可能是一个秀气、或者是一个软性的一个议题、那另外一个是这些社会企业是不是有可能就接触到不一样的这个、产业，那人家不会觉得你们乱入吗？就好像快闪过来的，对对对，但是我们只占了可能不是大的展区，可能只有四个单位的展区、那它就有点像休息，因为一般展区它没有、比如说像宠物展，它没有吃的或喝的，对啊，那我那边假设有一个它的休息区、让我一个小的空间，那我可以把社会企业的东西把它全部把它放在，类似香肠摊那种概念，对对 对, 对，人到那边了，然后你香肠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小蜜蜂，小蜜蜂，对啊，对，事实上是这样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想说，哎，这样子我对、也许那个大型展商对他来讲是不是 CSR 的概念、或者是他真的需要一些费用，那当然是一起出钱、最重要是突破了社创的自己的同文层，我听懂啊。对，大概是这个逻辑。那他如果变成一个 model 的话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想要先把它变成 model， 然后走出去。然后这次其实我也有找一些、线上的通路上，然后在这个展区里面呢、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有好玩、好吃、好买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主题区，然后我想要找这个线上的通路上来。然后因为现在线上通路上他自己都有 KOL， 所以他在这个主舞台区他就一直办这个直播秀、然后就带着一直去介绍大家、然后我就在想说有一件事情是也想要，如果你的时间可以的话、也来跟这些 KOL 也来一起来串这些。你这个 logo 不太行，这个 logo 要改一下。好好，我会改，因为还在跑。你看起来就很像抗，抗就很不妙。对, 对，我有一个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这个的确还在调，因为我本来想要把，对对对，对 okay. 好, 好, 好，一定会改。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，看怎么样子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这是第一个，让展变成一个展览的系统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想要第二件事情，我想要找的是，我想要带着大家可能会做一个业务单位去跑 B to B， 然后去专门跑企业的，因为现在政府在做事有很多这种媒合，对啊，但是媒合完以后还是要有业务，但是各个社会企业其实组织都很小，但是他们没有专属的业务在跑，对，我这个理想是就是这样，对，好，然后第三这个会做，然后大家也已经有共同效益，但是大家先前有提说到底要变成一个组织还是公司、还是协会什么，对啊，但是大家就目前聚集起来是大家有各种的想法，那我就比较，我就说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那还是我来当头，因为我本来就有在推，那没关系，我尝试的来做做看。那第三件事情是比较妙的，我想要做一个 10% 的计划、在国际上不是有那个 1% 吗？对，商标。那我想要推一个台湾的 10%， 比如说像我现在跟台湾三星谈，他新的手机出来5万块钱，但是你在我这边卖只卖4万块，对，然后4万块又要有10%是要回馈给这个小型的社会型组织这样子。那他不用给我100支，他只要给我20支当行销用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要付钱给他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消费者会看到说，哇，你在这边可以买到很多只有8折的东西，而且是新品。那旁边也许就有社会企业的商品也上来，跟他做同捆或搭配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这些非、小型的组织要去跟这些大型的企业要谈合作是比较难的？但是如果透过这样子的议题，那大家变成同捆，对，变成同捆的话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行？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三个计划就变成线下的展览跟线下的 线下展览 B2C， 线下的共同推广 B2B， 然后再到线上把它串联起来。OK， 然后对，然后我在想说，是不是还有什么盲点，或者是我没有留意到的东西？那的确有，我今天在联系的时候，像 Fresh Taiwan 有很多设计圈的朋友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我参加 Fresh Taiwan， 他出国展览不用钱，然后还支持一张飞机票，或者是他在台湾展有很多像设计研究院，他们就是直接就是本像文博会展，他只要花10000多块钱就好了。那相对我这个展，它本来的展区的费用就要3万到4万块钱之间不等，也许是我时间太赶，然后现在去申请，他大概顶多给我找那样子，3万多块钱。我一直不是说现在要来要资源，我一直是说是否有可能推动出。那是因为就是你在他设定他的疫情的早期，你没有参加。他现在也愿意给我找那样，所以他现在看你就是另外一只找那样而已。对对 对, 對，因为你如果变成协办单位，那是完全不同的。没错没错，对错。所以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介处在推动这件事情，是不是有可能在初期？就直接，现在是我来接下，其实我不是正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民间，没有什么正不正统啊，就是像我们那个社创高峰会，明年是应该是复权会，
很父权，对对对、哦、对，就是他们也还是民间了、啊、就是我其实我没有办法去说哪里什么是正统什么不是正统，因为每一年的帮会会其实虽然我们有出一些资源没有错，那但是其实那个也就是不会超过一半，而且都是用共用大家共用 buying power 的那个呢实力的那个 logo 而已。对，对，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任何一个都是民间啦，并没有什么正不正统。了解。那我在想，是否有可能，比如说像我这边有什么资源，有些比如说像去年是因为中基处有找大家一起开会，所以才串了杂学校。那今年我自己这边接也接了这个 PAHR， 就是好朋友，就但是我想说，是否有可能中基处在推社会创新的时候，也许可以找这些民间的这种本来就在办展，本来就会找，只是因为我们今年大的那个在桃园的在桃园线上，对对对，变成跟 SWF 合办，是。那所以我们这其实也有展摊啊，但是都变线上，会变线上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不容易了，因为你说线上，你刚定位是 B2B， 但是也不一定能够一下子就 2B 到哪里去，对，它很多还是 awareness 嘛，对 ，awareness 又还是有一点 2C 的成分在，所以其实一旦变成线上之后，你刚刚讲的那些大概大家就会觉得说，好，那你就拿去，因为反正我们 DM 啊、短片啊、什么coupon 啊，本来就该有的，因为线上没有成本啊。对，对，他之前如果曾经参加过任何一个，那他来参加我们的，他就给一样的东西就好了。这跟实体不，因为实体很花他时间嘛。对，那所以我想这今年就是因为没有实体的关系，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说还是应该要做实体，因为对疫情的控制在台湾很有信心。对，那但是后来就是主办单位今年是配合，对，觉得说这个 risk 太高，所以就变成了线上的版本。那这里也可以看到，我们是全力支持，绝不主导。对，因为要是我可以主导，我就绝对不会让它变成纯线上。这算爆料吗？不是真的啊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当然变成纯线上，后来有个意外的好处，因为就发现可以跟 SEWF 联名，因为 SEWF 他们是各州会分别的主办啊。在之前在伊索比亚嘛，对，接下来 Nova Scotia 在加拿大等等，对，你不知道轮多久才轮到台湾，对。但是因为线上，然后他们也需要一个线上帮忙做这些线上 logistic 的 part， 对，一拍即合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各自的那个议程让开，对，看起来就好像我们跟 SWF 是一起办的，对，确实也是因为我有去 SWF 讲，那然后你这边报名前一张票。一千张票那边可以用，对，那他们的线上票我们可以用，对，所以对，所以忽然就变成好像也不错，所以我也不是说我主导一定都是对的，民间主导很有力量，对，那但是我们明年又会有就是比较就是设计高峰会的现场的部分，那个我觉得就比较有大家参与的空间，对 对，那线上的话，其实你自己要办多少个参与边都可以啊，对，反正都在线上，对对 对， 对，了解，我只是想说，也许我这次一定要花钱，我觉得点就是。是大家一定要花费用去做，我觉得这无可否认，大家本来就自己应该努力。对，那我在想说，是否这样子成型之后，看如何再串到因为毕竟大家还在成长，然后看怎么样子再去串可能性，或者是我也在想说，是否有可能把它变成一种仪式，变成或者是既定的季节，就是台湾 Can Over 的季节，然后串起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共鸣，这样子就世界地球日那种。对对，类似。那因为本身我们就一直推台湾 Can Over 已经4年5年的秀，是。对，那我想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，就借着这一次也变成台湾的一个议题这样子，自己都先有力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几月几号来庆祝一下我们台湾？对对对对对，这也不错啊。那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就是想说先抛出来，因为我已经有展区了什么的。那看，因为也是看起来也是现在11月19到22，对。OK， 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节。就也是耶诞节的前没有，还差一个多月。对啊，像1122。OK， 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说，不管是今年或者是未来，我也想说，因为今年其实大家真的聚集了很多的这种对台湾自信心的这种意向，对，那我在想说如何铺陈变成一个可以慢慢堆叠的，我只是先想说先抛开这个议题，或者是每次的社创高峰会都是在讲，都是一个台湾 Can Help 的一个，不是这个现在很明确就是，对对对，已经其实我们
请这个社会上面的各个不同的组织形态，然后在不同的除了台北市之外的，就是其他地方轮流办，本来就是这个想法，遍地开花，对，本来就是遍地开花的想法。那这样子的开花，明年我不知道是新北还是哪里，反正就是只要他确定那个场地之后，其实那个场地的周边就可以办非常多周边活动，等于就是绕着那一个就是年度的那个节庆。那这样是不是也要府方也要当地的政府也要拿配合上？那每次都是当地政府的搭配啊，像之前在高雄的时候，那时候当时的国瑜市长啊、叶匡时副市长啊，什么也都很帮忙。嗯，对。那再往前的话，那当然林佳龙当时的市长，对，林益颖副市长，对，也都非常的帮忙。了解了解。好哦，我大概也是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是因为一路也受到你这边的支持，当然，然后我就从今年年初到现在11月底的时候会有这样子，然后也想说分享一下。没问题，然后到时候如果有机会有时间，那再邀请来可以跟我们一起直播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，其实像那个郑文灿市长今年本来要在桃园，对，他也是非常非常棒的。对，那所以我一直也还在想说，到底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在桃园做，就是因为桃园他们是自己有一个 SDG 的资源地方报告的揭露。对，那但是因为他们编制这个的时间比台北跟新北稍微晚，那当然就是比台南跟高雄早。对，但无论如何，就从他们的角度，就他们很需要一个让大家更能够看见桃园从 SDG 的角度的这个方式。那我突然想到，假设因为像我出手，就想说会想要精致一点嘛。那假设我把它做完之后，我可以把它就是。给桃园市政府在那边也可以延展，或者青年局，因为他们是极少数有一个专门的社会企业的一个窗口，对的对一个市政府，对，那而且也都是就是 full time 在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跟他们提案看看，好，我觉得这是蛮好。他要跟谁？跟谁联系？他们就是有一个社会企业中心。哦，真的，好哦，好哦，那我来联系啊，因为我觉得办展就是不要把那个很多是把展览全部那个。我稍微讲一下，像我去年办展，我是用很多的那个输出嘛，我知道，就是帆布。后来我真的把它回收收好，到今年就是国泰就把它全部把它做成包件，非常棒。对，然后送给他们国泰的会员，对，所以就是几乎零废弃的一个展览。那我想说，我这个展如果还是一样把它做好之后，也许可以做移植。对，那你刚刚讲这样，假设移植到我们的桃园的展区，对，其实都不错。就让它一个接一个嘛，那接到什么时候会破，就是会破损，破损就只好废弃了嘛。但是至少它就是一次可以用很多，很多次这样。我觉得真的棒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样子，那时间我再跟小婷，跟那个长约。对。所以也谢谢刚才我们确认你们有很多件 T 恤，我现在有新版本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好啊，我确定一下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橘色桃园的那个，你就找桃园社会企业中心，桃园社会企业中心，对，好，了解，对哦。所以刚刚我讲了多少次？没有，我是用录影，应该要测语速。对，没有 Word 在计算。好，不管是每次都这样临时的。没问题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